对它有一个错误的期待，因为我原本以为那个 pretzel 会是甜的，可是它是咸的，而且是很咸，就是它咸，它又不是很像那种 caramel salted caramel 那种咸咸甜甜那种感觉，它是很尴尬的咸，然后就是到最后你可以看到你的盘是有粗粒的盐渗在那边的，那我就。